辛苦了，真的。我今天突然特别喜欢你，我今天特别突然喜欢这个节目、啊。有请我们下位凤九啊，凤九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平时呢就是特别的性感，对吧？平时就特别的性感，这次选择了比较硬气的角色，你喜欢他吗？紫霞仙子，请为他投上你宝贵的一票，好吧？来，有请我们的紫霞仙子小凤九接我的麦克风。不要那么抠门，把你们的心中的十票往上投一投，么么。